中心杯他们会借由肚子的力量，然后有点像可乐水的方式这样入，用的方式端端端端端。
黄颖。我们这两位帅哥在这边也要请代表本公司全体的工作同仁要向您敬礼。再次呢，向您致上最崇高的敬意，感谢来宾您的光临。当然，致敬完礼之后呢，我们的可乐也准备带来开场好戏喽。来，帅哥准备好，直接带来倒立平衡，用我们的掌声给他鼓励一下，拍手。哇哦，你看我们可乐用前期支撑整个身体的重量，表现得非常的有平衡感。当然，这前倾的力道也是很厉害的。不过呢，现场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这么远距离看到可乐不太过瘾哦。这个时候，我们的可乐会直接后面，也就是您现在所看到旗子底下的那个小板凳。哇！然后它的总高度约为24.5公尺，相当于住家的9层楼高，甚至呢就只有这3公尺深而已。这从最高点处往下看，水面是呈透明状的，让等一下呢洒水系统会使水面产生波纹。
飘入水中，稍稍不小心都有可能会在空中发生到重叠或是碰撞的危险。现在呢，就请欣赏两位今天在塔台上默契表现如何。就是保护他的牙齿，所以你看到我们可乐牙齿黑黑的，不要怀疑，他的牙齿很健康哦。那么海狮的牙齿大约有34到38颗左右，牙齿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用来猎捕食物、固定食物用的。当然，大朋友、小朋友们，待会儿都可以观察一下，可乐吃东西的时候，基本上